大家在主里平安，感谢赞美主。现在西方也就进入了星期日早上那。 东方已经进入了晚间，快要晚间了哈，现在应该将近七点哈。那东方应该晚间差不多要七点了，我们这边是早上快要七点。好，大家继续努力，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，我们真的会回家的哈。所以，如果你相信相信圣经讲的话，相信真的有上帝，相信主耶稣拿掉我们的罪，相信主耶稣就要来，那你一定。 会相信丽丽跟你们讲的话，因为丽丽不可能拼出这么多的图片，不可能拼出这么多的意象哈。如果你有聪明智慧的，你去每一天都有听的，你就从。 嗯、呃，最初到现在，你一定都会了解，这是不可能从人而来，一定是从神而来。就好像你讲说，他如果有一天没有听这个信息的话，他就觉得失去了什么，他不能够的，他要每一天都要听，每一天都要了解他的图片哈啊、呃、那些意向。所以他呃。 m 是一个有读圣经的人哈，他是从小到大是读圣经的，父亲是教圣经的，所以他圣经很熟悉。那他就是觉得真的很奥妙，从神而来，所以他不能够 miss 掉一天不听这个真而配教这个神的信息哈。所以大家继续努力。那今天。 啊，OK，谢谢弟弟华强生，来的黎明之良，也谢谢 Kevin 弟兄，啊，辛苦他了，每一天把信息华语、英语的 upload 在 YouTube 里头。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是神给的，就是 Perfect Trinity Blessing。如果你某一天没有接接到这个信息，那你一定啊，希望你能够进去 YouTube 里头，呃，Kevin 很快都有 upload 在 YouTube 里头，就很快可以收到信息了。因为这个信息是从神而来，如果神，如果主 耶稣真的在你的心，那你就很盼望说，每一天我要快快的听神的信息，因为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之前哈。 就是说，年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么多意象啊，还是什么什么？我就是很盼望，你知道？那我常常也希望别人跟我讲他们看到的意象，好像 Brother Sado，他们看到了，还有其他人啊，我干妹 Jennifer 以前就会看到意象，我就很喜欢听他跟我讲关于他看到的意象，因为我很可慕神哈。所以你如果真的很可慕神的话，你就每一天都很盼望听到神给我们的。 信息啊，还有就是说，呃，丽丽看到什么意向啊？上帝有什么跟我们讲啊？今天呢、啊，到底我们到哪里啦、啊？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回家了？真的要到家了啊？所以你一定会紧张的，所以有紧张的人就对了哈、啊。好，那这边啊，要记得永远,远的感恩，永远,远的走正义路，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，永远的爱神爱人。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天父、天子、圣灵。 呃，主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没有主耶稣是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，更不用讲到没有救恩了，更不用讲到救恩。好。 我讲到这边要记得主耶稣给我们两个大诫命，就是爱我们的上帝，存心存性存意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，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。我们要记得要准备三件礼物，就是信心爱、爱心与盼望。还有讲到这边，刚才是到我的头脑是什么，突然间又忘记了。啊，就是说丽丽呀、啊，我不会了解每一天这个你看到的意向，然后你解释这些，我觉得很难去了解。不要紧，你。 你就是听，每天细心的听，那你很快就会了解到。 就算到最后你也不了解，但是也不要紧，因为你已经有尽力了，你已经尽你的能力了哈，就是喜悦神的事。每一个人尽了你的能力，就是喜悦神的事哈。最怕就是那一种懒惰的哈啊，又没兴趣，没兴趣又不努力哈。读书哪里有一个人有兴趣的？你真的很喜欢读大学，读到哦，你读的时候是蛮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一个人说我很喜欢一直在。 读读读读,读很开心，读了又，但是在其中你真的读得很开心，你当它是一个呃 entertainment 啊，OK，或者是你真的很 serious，很认真的哈。所以呢，啊、呃，如果很认真的，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去了解全部啊，但是不要紧，神要看的是你的心，他要考验的是你的忍耐。 他要看的是你对他的爱，你对他的信任，你对他的信心有没有？所以神是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是怎样的反应，每一天对神的反应是怎样，我们每一天对神的爱是怎样，每一天我们的德行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对人对神是怎样，这是神在每一天都在看着，都有记录下来，每一天都有分数的，因为我们是读大学文凭，有没有？ OK，读大学文凭，你说丽丽啊，我已经得到了世上的文凭。OK，世上的文凭虚空又虚空。OK，那今天呢，灵命这两字是读到虚空又虚空。当我读到那个，我说说神呐、啊，今天要什么信息呢？当我读到那个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喜乐。神就说，就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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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这个、，OK，这个虚空又虚空。好，大家请看啊、呃，传道呃，叫做传道书吧，传道书第一章。 哈，第一章，呃，其实今天的《灵命之粮》就是第一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啊，哈，啊，第二节，好、啊，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，就是讲传道书第一章，万事虚空，万事虚空。那以下呢是耶路撒冷做完的大卫之子，很有可能就是所罗门王、啊，哈，那传道者的话。 传道者啊，传道者，传道者，大概我想，如果是所罗门啊，哈，他也教了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神给他聪明智慧，但是呢，他毕竟还是罪人，还是需要上帝的怜悯。好，好，第二节，传道者说。 虚空的虚空，就算你得到博士学位；虚空的虚空，就算你看多少意象；虚空的虚空，这一切呢，其实都是从神而来。这些预言，这些意象，如果要觉得是自己的骄傲，那就虚空的虚空啊。 自己没有骄傲，不能够有骄傲，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本事。就是万事从神而来，就是完美又完美哈、啊；从神人而来，虚空又虚空。所以一切都是虚空。第三。 节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你你有些人一生都在忙碌忙碌忙碌，赚了很多钱哦，希望下一代更好，哪里知道一代不如一代，对不对？第四节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大地却远远残存，有没有？第五节，太阳升起，太阳落下，充满回到升起之地，有没有？ 好，那第六节我要从这个电话里面读，我讲到风吹向南，又转向北，循环不息，周而复始。OK，就是又回到开始啦。江河涌流入海，海却不会满意。 江河从何流出，又返回何处？有没有？OK，就是一直在转哈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熟说不及。OK，有个一些人跟我们讲一些东西，讲的没完没了，就是人生就是没完没了。但是呢，望呃眼看看不饱，耳、呃、听我、哦、听听不够。 以往发生的事情，将来还会发生；先前做过的事，将来也必在一起。有没有？好，那下一个呢？OK，我的接下来是啊，是第几节了？啊，一。 OK，我在读第九节，以往发生的事，将来还会发生；先前做过的事，将来也必再做。OK，日光之下根本没有心事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你当人家讲，哎呀，这个也我也做过，这个笨事我也做过，这个傻事我也做过。哦，帮助人家，好，感谢主。OK，那第十节，人可以只做哪件事说呢？看啊，这是心事，所谓的心事。 在我们以前早就有了，有没有？那过去的事没有人记得，将来的事后人也不记得。OK，就读到这边。所以大家虚空又虚空，有没有？过去的事没有人记得。OK，感谢主。<laughs> 那过去的事我们很多都是很愚昧的，对不对？那将来的事呢，也没有人记得啦，哈。 啊，将来的是后人，后人不是没有人，是后人以后的人也不记得，所以就算你现在赚了多少钱，OK，将来呢，什么事情啦 o k 也是虚空的虚空。就算你做了多少好事，OK，很多人都不感恩，虚空的虚空。但是呢，做好事就是好，你不，啊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主耶稣不是帮助过呃一至十个长非。 几个回来讲谢谢，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帮助十个人，如果有一个回来感谢的话，你就要想起主耶稣之前的事，有没有？主耶稣走过的，我们也必经走过，不是说主耶稣以前一至十个残废，OK？啊，一个回来。 来、哎、感谢我们呢？十个帮助十个人，十个都来感谢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就算五个也很难，就可以讲说他一个算不错了哈。所以大家做善事，就是做了，就是让人家走过一关，有没有？又一关啊，人家没有恶，没有痛苦啊，从他们的痛苦当中帮助他们一点点，使他们 release，就是啊呃，解苦一点点，那就。 啊、是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帮助了人呢，不要希望别人 ok 来。来向你感恩什么，这个虚空又虚空，为什么嘞？<laughs> 所以呢，你帮助人，不要觉得说那个人一定要来感恩，虚空的虚空。好，讲到这边，你说丽丽，你一直讲虚空，我听到很烦，我也。 怎样讲？我觉得虚空是真实的话，所以我讲到这个虚空的时候，自己觉得很好笑，也很开心。为什么？毕竟是人生的虚空。OK，阿门。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看到的意象，阿门。好，请大家看真的 Page 一下哈。好，呃，感谢张美九刚才讲到十个场费一个人，感谢主耶稣。那如果我们在呃怎样讲，呃…… 就是什么亿，十亿、几十亿人当中，哈，我们就是那些最渺小的、最微小的、最少的那一种那些人，跟主耶稣讲谢谢、感恩，每一天感恩，我相信都是讨神的喜悦，神就很开心了哈。 因为他也不盼望多，世上这么多的人，有十分之一来跟他讲谢谢，那已经很好了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我想也没有到十八仙。我想如果一八仙也很难，零点零零零一八仙有可能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那最小群的哈，来每一天来感恩，每一天来真的来思想上帝供应给我们的他对我们的爱。 是远不止息的哈，而且他给世人每一个人，凡是人他都爱。要记得，他爱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对别人也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因为这是真实的。他我们有感觉，他们也有感觉；我们有思想，他们有思想；我们有生命灵魂，他们也是有生命灵魂。我们会痛，他们也是会痛；我们会伤心，他们也会伤心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把一点。 别人的伤伤心从他们里头拿出来，那我们也就开心，对不对？他们开心，我们也是开心。所以对某一个人，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因为纯都是从神而来的，好不好？是有生命灵魂的哈。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，都应该珍惜的。好，讲到这边，大家要记得准备好家人。 啊，请看真的配置下，二六七就是二月六号、七号，我们用的阳历，然后华针是呃春节就是年的时候初六、初七，然后呢也是以色列十二月这、就是、阿大一五号、六号。那下面七六八九，OK，二十就是二月，然后九点就是回，应该是九点回家。我讲九点，我只能够讲说啊、呃，应该是那个九点，九点过后这样啊。 OK，那接下来呢？有看到三个时钟，我们现在在第一个时钟，那第第三个时钟就是要出去啦哈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七号那一天，我们有看到昨天、前天看到零，然后看到这个手表，但是这个手表有一点好像只做八点半什么，我想也是只做九点，因为你如果戴手表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那个九呢，就好像八点半这样哈。好，那接下来，但是我话是这样，因为我。 看到是这样说，应该画就是这样啊，我不不不可以改变的哈。 然后就看到森林走过来，他的手指着呃、uh,，press 一个 button 啊，那然后看到字，hut nine，就是说能够听到的是什么？就是时钟，然后只做九啊。然后我的手呢就日日日日日日，就是手手表手表手表时间是讲到时间，OK，然后 george 就是呃、uh, geography，geography Ge 就是啊、uh, 叫做什么？叫做呃地图地理地理地理啊，什么地理呢？就看到。 一个星球，蓝色的星球很漂亮啊，没有这么大，其实是被照圆的地方。对不起啊，我应该画小一点，但是我变成把它画太大，请大家原谅一下。但是它真的很漂亮哈、啊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蓝色的。 还有，接下来是啊呃正月四号，正月四号那一天就看到责，就是责任。我们在这边要有责任，还没有过去之前要有责任做我们应该做的，来荣耀神哈。然后要有责任，所以要努力啊，所以要努力啊。虽然已经解码了，我们还有工作继续努力，因为这是配合天。 呃，上帝的计划配合阿巴父的计划，主耶稣的计划啊，那就接下来就是了了,了上个生命，就是说啊、呃，做完了工，我们就要上去了，每一个人新的生命就要回家出去，然后到一个文明更文明的世界啊。 然后有 T C H 就是华人的农历新年是星期二，那星期二就要出去啦啊！啊不是星期二，就新年就要出去啦，新年就要出去啦。啊！然后也有看到可可，就是说可以那二十二之二，就是呃二零二二年六号七号二月，OK。然后是跑，先跑吧，快点跑啦，我们要快点走啦，这个世界灾难要来了哈！ 那你说莉莉啊，瘟疫不是过了这么久，还灾难还没有来？对呀、啊，以后还有更糟糕的糟糕。但是希望我们还是希望，好们还是上万一一直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是爱世人的，你的大爱是充满着整个世界，请你把这些审判减轻啊，请你给世人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，所以这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哈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到我们是 as first fruit，就是我们是。 出手的果实，OK，我们是出手的果实，所以我们就要快快跑了哈，一根毛也不会啊、呃，呃，被伤害到哈，这头发。那这指，呃，人子就是人子就是上帝主耶稣，OK，然后他写着 N N 就是我了，OK，末字了，后面了哈。 啊哟哎哟，这样他就是说，呃，很大的喜乐，永恒的喜乐。还有 O 的、er、不一样，其实是两个意向，就是说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解码的一大群。而且，你知道有没有看到上面那边优宝有没有？ 啊，时钟下面哈，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优秀的宝贝哈，我们是优秀的宝贝。昨天、前天就是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今天就是说我们是优秀的宝贝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的工作跟别人不一样呢？但是如果你是知道自己是优秀的宝贝，给上帝是优秀的宝贝，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你就要更加努力，对不对？ 更加珍惜神哈，应该是人的反应，应该是人的 response 的意思。好人言见，就是我们要做个见证人啊！我们所听到的、所看到的，我们要跟别人讲哈。好，接下来立志子就是我们啊，诶。 是两个意向，我又忘记画一条线下来。OK，呃，日子定了，OK，日子定了，就是说 establish already the day，呃、uh,，the days are established or the day is established，就是时间已经定了哈。所以然后成全了，成全了，OK，听到成全，看到了，然后听到成全，就是 already f u l、okay? f i l l o k f a t h e r s p l a n b e e n fulfill。 就是跟我们结嘛然后天上已经定了很久很久以前，就等着一大群人来做这个时空，所以啊，已经啊、呃、成全了，但是现在就等着背题了哈。那还没有背题之前，我们还要擦得干干净净、亮亮的回家哈。好，大家请看第一那边，啊、呃，那第一那边是这样，啊、呃，看到。 那个门哈，那是昨呃七号那一天，七号我们现在已经九号了。七号那一天就是它的门开了一点点，OK，呃，关开关开一直在动，关开动就是叫我注意那个门，这个又门开始开了。然后呢，昨天就看到这个门开的很大，但是时间是十点十三，就是讲说这个门啊，五加九是十四号。 应该是十四号那一天还没有开，大概十四号就开始开了。十四号开始开，十四十七十七加六二十三，二十三二十二就是二十二天二十三天里头吧。因为这边你看十一五十九五加九是十四号，对不对？那十四号大概呃再过几天就开始开了，开始开了啊。 那开开开到最后那边就是，好像 baby 你要生 baby 吗？生 baby 那个门不是生 baby 那个妈妈的那个门，要慢慢的开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开到最后生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门也是一样的哈，一样的哈。所以那个讲到 baby 跟妈妈的那个是讲到背题，大家都很清楚，神学家也知道啊。所以呢。 这个门就是要开了，那门要开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赶紧要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要准备好做妈妈都要准备好，有没有啊？要出来了，要要过去了啊。 所以不能够讲到到那个时候才准备不行，这是真的。我们不能够把神当做理所当然，什么都应该供应给我们，根本这是一个呃很错的概念哈观念。好，那这个门总部打开很大，就是十点十三十三就是六加七就是六号七号门就开的完了，呃，整整的大大的就是过去了哈。 那接下来就看到时钟两个针一将的长子，就六点跟七点。当然我们西方是六号，东方是七号了啊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八一个圆圈，就是说，呃、哦，完了。 完了，我们应该在新天新地第一天了，八就是家，也就是啊，二月八号，全部已经能够上去的，已经在另外一端，那剩下来就是留在这个地球，要经过天灾地浪。那我们真的希望他们没有呃,呃太大的痛苦啊，最怕就是饥饿，最怕就是瘟疫，最怕就是说在。 疾病当中一直在受苦啊！其实圣经里头讲到最后那个受苦会，呃，会受到五个月、五个月的折磨哈、啊，很痛苦的痛苦五个月哈、啊。 那我也不知道怎样的瘟疫，怎样的痛苦了、啊、哈，真的不敢想象。就是希望神啊减轻这些痛苦，求神减轻这个苦。神啊，看你的慈爱，OK，不要看人的罪啊，主，感谢赞美主，阿门。好，接下来第三那边是看到这个走廊到新天新地哪一端？那在一边写着七。当然你说，哎，怎么西方是七号？不要紧的，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七。 六也是等于六七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有时候神在考察我们有没有忘记啊，就是 remind 大家一下啊。那七点三十九，三十九也是等于六。之前我看到，呃，一向三十九等于六。那这边是七三九，就是七号六号啊。所以东一个七号应该是东方，六号应该是我们这边，我们不可能把它倒转啊。哈。好，接下来是看到两个包装，一个包装是呃，先看到这个。 大的包装就是蓝色的哈啊，有好像蓝色的有些。 因为是蓝色，再有一点白色的，然后神就手指就手就拿出就突出来另，另外一张，另外一张啊配镜啊，然后是青色的，是比较小而且是青色，当然青色就代表二月了，二月回家，OK，我们现在是正月，正月里面还有二月，它全部是连接一起的哈、啊，所以接下来一个也是讲到连接一起一个黑色的。 Flying p n 然后呢，啊，又连接到一个小的 Flying p i n 哈、啊，连接到小的，啊，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到哈，就是六七，然后十三完了。好，接下来呃，看到主的手，大拇指向着九点的单位，就是九点，然后三就是完了，九点完了。 然后接下来看到人，人就是一个人在跑，现在人呢、啊，啊，现在要跑向这个标杆了哈，OK，那接下来是一百一百其实有看到八千，但是八千它是连接这个后面那个零哈，所以我还是当做是一百八千，就是意思说真的这一次是回家了啊，而且这个一百八是是连接到最后的两点，就是六号七号啊 然后，如果你当它是一的话，就是华人的正月，正月六号、七号就是零零，OK。那接下来是看到大力，大力是向着东方哪一端？大力就是 power, mighty power，mighty power 就是神的大能。 才能够把我们借到另外一端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跟天上合作？为什么要跟上帝合作呢？没有合作就连接不能够连接一起，叫好你的插头，对不对？你的插头、你的电话，而不是你的电，你的 computer 还是什么，第二是要有 battery 嘛？你要插去那个那个 socket 那边，如果没有插去 socket，它没有电了怎么办？就不动了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插去那个 socket？socket so 就是从神而来，你一定要插。 自己的身体，你这个 p o l t r 这些一定要准备好，有这个力量哈。所以不是说哦，丽丽啊，我我觉得我很有神了，很有我恩爱神啊。这个世界我没有盼望了哈，我心不在这个世界。那你有没有动作呢？我知道你的心没有在这个世界啊。对，有很多你已经放弃了，但是你有没有做到什么啊？ OK，你一直想，你很想做做,做那个蛋糕，巧克力蛋糕，你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，你知道它很好吃。OK，你一直在想要做，你一直在学，你一直在学，只是看书本的学。OK，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做，有没有？没有真正去买面粉啊，买牛油，买鸡蛋啊，买巧克力粉啊这些啊 m、uh, a k i n g powder 这些做啊，所以你做不出来。 那你怎么办？所以你一定要去做。那你做是什么呢？当然，每一天听神的话，神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你说我不是变成一个笨人？什么笨人？上帝是万能的，是聪明就聪明，智慧的。OK，当然你一个。 呃，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孩子，你就跟着一个聪明的人，你是不是越来越聪明啊？你是不是越来越好啊？对呀、啊，你跟错的人就走错路了，跟好的就走走美好的路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感谢张美就因为这些到我的头脑我就讲什么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啊、呃，就你你有没有发现？ 神要讲话的时候，很多话讲 <laughs>。之前我记得，二零零九年，神叫我回家，你去拜访那个人，那个那个人，就是突然间，神说你去跟他们讲，我要跟他们讲话。他说，神跟我讲，就出现在我面前，呃，就看到他是在临界，他他就说叫我去。 去跟，就是说他要跟人家讲，要讲子女们讲话，所以我没办法要站出来呀、啊，站出来，然后每个人神要跟讲什么话，因为每一次是神说我要跟他们讲话，OK，那神说他要跟他们讲话，但是你还是坐在那边，不用不管神，那就不对啦。神说要跟人家讲话，那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，你又坐在那边不做。 那就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主动一点。神叫做什么，我们就主动一点去做，不要说神呐、啊，等你来打我一下，可、okay? 以把我打我屁股，你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，我才爬起来。那这种仆人，我跟你讲，神就说我不认识你哦。OK，那接下来，啊、呃、是什么？OK，这这个。 黑色的锅，frying pan，那他的手把应该是六点七点的档位，他突然间转向十一点，就是六号七号回家。OK，背题十一就是背题啊。OK，练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白色的圆圈，一个蓝色的圆圈，呃，小小的，然后又看到一颗星星，那是我想起四年前有有一有一个 V，呃意向是连接的哈，就是看到有一个。 这是从天上下来的，就是啊，一个圆圈里面也有圆圈，也有颗星星，然后星星有五个圆圈，然后外面有四个圆圈，全部九个圆圈，然后讲说。 啊，就看到字明，就是 orange color 写的明。明天就是明天开始算起，九天就是到家。那明天开始算起，通常你就是说今天，比如说是九号，再加九天就是十八，就是说明天开始算起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如果算起到那一天，那就要多加一天了哦。所以呢。 后、啊、如果二十九加九的话，就是三八三八个啦，就是呃二月七号。那接下来呃是看到神的手拿着一块布，这样白色的布啊，那就差这个好像一个拍这样差到底端啦，差到底端啦，什么意思？ 就是神在准备啦，最后的准备啦，这个坡 o 这个天路擦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来做什么？来迎接主耶稣的新娘，有没有？上帝对你这么珍惜，对你这么的爱，那你爱上帝有多少呢？OK，那神叫你做什么，你就立刻去做，不要说神啦、啊。你知道我现在很忙哦，我这些东西做好之后哦，我才做你的事工，好不好？ 等等等等等，等到晚上，OK，到半夜了，哎呀，疼爱睡了哈、啊，哎呀，丽丽呀，我等到明天再来，OK，那就不对了。 OK，接下来是什么呢？就看到饼干，什么饼干？马来西亚那个冰崩那个那个牌子的那个苏打饼，哈，我们这边也有卖哦，真的很感恩。好像是两年前就有开始看到了哦，所以呃有些东西就没有，呃这个还有卖，所以很开心。每一次我女儿看到就赶紧买给她爸爸吃啊、哦，她爸爸喜欢配咖啡呀、啊、这些，好。 呃，他的孙子就比较偶尔才配那个 Milo 哈、啊、，Milo 也是不是说每一次都有啊？<laughs> 你觉得 Lily 真的很可怜？你在加拿大对呀、啊？呃哦，那一天我们买到什么？就是 online 的去买了马来西亚的咖喱料啊、咖喱啊、韧蛋啊,啊这些哈、啊。唉，好，感谢张美主。那接下来是什么嘞？ 那之前咖喱粉我要自己配啦，还在家泰国他们一罐一罐已经煮好的那，那配了放这个那个，再加它一点点就有那个南姜啊这味道这些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什么了啦？第一十一 OK 就讲到那个饼干，是饼干看到有这样呃一层呃一排下去，然后下面又有一排下去，在我前面又有一排。 那好像十块又十块二十，再加我前面这边也好像九块十块这样哈、啊，所以中部是二十九到三十，那算一算也就是只剩下二十九到三十天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到两个 WhatsApp message 的那个啊 recording 啊，两个，但是底端的不是那么清楚哈、啊，但是我看它的。 我来算起来可以讲是有两个，但是底端不清楚啊，就是说就是正月一个，呃二月一个，二月不清楚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消失了，到另外一端。好，最后一个在十三那边，其实不只是十三个意向，现在分享也到差不多二十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啊，最少十九了啊。可丁里什么可丁里丁呢？是第。 四个甲乙丙丁,丁，OK，甲乙丙丁,丁四呢代表天国，所、so, 以呃，可丁里就是什么可以进天国啦，可以进天国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已经解码啦。 已经解码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像上帝，他用布把它擦，那个擦擦擦的亮亮的，所以我们也被上帝要每一天让上帝来擦擦擦，我们擦的亮亮，到时我们见主耶稣就很喜了，没有责备我们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大家继续努力，阿门。